欢迎你今晚来到 CYC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的最新动向吧。这个星期天，领袖训练班和祷告会将暂停，因为明天我们的中学生将到马六甲的阿罗嘎加参加 FGA CYC 举办的新世代生活挑战营，刺激紧张的团队活动将考验你的体能和智能，还有森林探险的挑战将激发你无限的潜能。这将是你毕生难忘、不能错过的人生大挑战，而且参加报名费用只是要区区的十令吉，这包括了交通费、早餐还有午餐呢，简直就是超值！因为 FGA 赞助每一个人50令吉，所以这样的优惠你绝对不可以错过。而且本教会也会在下个星期六5点的第一堂 CYC 聚会颁发合格证书给每一位完成挑战任务的参加者哦。所以明天早上7点。所有的参加者提早在 FGA CYC P2 集合，然后我们将在早上7点半准时出发，大约在同一天晚上7点钟回到吉隆坡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新世代生活挑战营的精彩记录片段吧。知道吗？一年一度的 FGA 国度复兴特会报名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了。对，剩下3天90令吉的优惠报名期限就结束了。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报名的话，过了4月21日之后，你可能就要支付110令吉的报名费了哦。所以就别再犹豫喽！每个小组请尽快集合报名的人数，然后以团体的方式报名吧。有关特会的详情，大家请看。2010年 FGA 国度复兴特会日期是在2010年6月16日至19日，星期三至星期六，早上和下午聚会的地点是在本教会 FGA 全备福音堂的 Main Sanctuary 进行，而晚上的神大能盛会将在吉隆坡 Bugate 加六体育馆户外停车场进行。今年特会的讲员包括来自印尼、台湾和马来西亚的牧师，例如印尼牧会超过万人的斐利曼突法牧师、台湾约书亚团团长周训官牧师，还有马来西亚带动中文教会福兴的罗伯寿牧师。所以你还等什么呢？趁早报名吧。这个星期的读经进度是从撒母耳记上第8章读到第15章，每一天读一章，天天有亮光，加油！下星期天4月25日 CYC 将开始新一季的圣经装备课程，这次的课程包括了101、102和103，上课地点将分别在 L3 的6、7、8号的房间，时间是在下午2点钟。今晚就向你的组长报名，也请组长们向负责人赶紧的登记。其他已经顺利完成以上课程的领袖及核心同工们，那就请大家一定要参加在 L3-1 的领袖训练班。最后在这里提醒大家，当聚会进行的时候，请各位不要随意的走动，也请你们把手机关上或调成静音，以避免打扰整个聚会的进行。谢谢大家的合作。那上星期我们第一堂和第二堂的聚会将回到 L5 进行，愿你今晚在这里度过一个难忘喜乐的周末。耶稣爱你，我们下星期见，拜拜。